请收看《卫星世界》工厂风水经。各位十方善知识，我自从在咱的台西咧弘扬哈一间风水命名馆一年外以来咧，所得到十方的鼓励，甲这个赞扬，甲这个指导。我本人啊，感觉真正欢喜，因为这个易经风水的代志啊，是圣贤所留落来，几啊千年以来所留落来。若是这个法，若是唔对者，早就毁掉呀，早就灭掉去啊，无他留到即摆来。尤其咱的国家，即几年来的经济。工厂的发展啊，当然啦、啊，在风水方面呢，各位企业家拢有得到真济名师会甲咱指点，所以一只啊，一只赞叹、赞扬、赞叹呢，哈，咱台湾啊，遮个风水学的专家、地理先生啊，恁大家对咱的工商哈、这工厂。企业界的贡献也非常的大，要咱台湾的经济会当这么紧的发展啊，除了政府的努力以外呢，大家的功劳啊，真正不可抹杀，直接甲各位赞叹。关于工厂风水啊，是有，唔是无，因为我印证真济工厂过。若是不如法的工匠呢，愈做愈歹。人在打拼，真打拼，但是呢，拼无落力来。但是呢，所拼的成果呢，往往付出甲收入的差天甲地，所以造成的咱每个人真侪失败的人啊，伊心理上的不平，造成心理上的恨，怨讲社会呢，真哩无公平。事实上啦，咱失败人往往伊所住的环境、所待的环境已经就不如法。真正信徒咧，来到神父师来结缘以后咧，原来对这个埋怨着社会、埋怨着他人的状况之下，那么经过甲解释，互了解以后咧，才起一忏悔心。各位十方善知识，风水的妙法不离咱的目睭、咱的耳啊。咱的正边耳呢，属离火。咱的正边，你也听到呼呼叫的时啊，你正边呢，难免呢，你会感觉人的身体一直袂平衡，因为咱正耳属火，火者，这里人愈动呢。会愈严，愈严呢？咱的脑底，咱的记忆力、判断力呢？咱会感觉真正直直较失去判断的物件，所看的代志、决定的代志，感觉袂讲真正正确。这就是风水，甲咱人身体五脏六腑啦，甲五官有真大的关系。曾经一位信徒呢？伊咧，就坐咧，多坐咧，感觉真正袂歹。有一天咧，伊去抽奖摸彩咧，摸着一台电视机，
当然嘞，伊就爱甲困伫正边，坐倒诶正边才咧听。啊，中昼就看报告新闻，暗时就看报告新闻嘞。过一阵仔来嘞，发觉感觉咱这伊人好滴，感觉这个判断你感觉滴滴差，看诶代志较未准。有一天就走起来请示王禅老祖，贵国先师开始。老祖甲讲，你坐一桌啊边正边呼呼叫，影响着脑底。哈、啊，迄个声音呢，迄个叫做音波呢，震动起来，造成你的脑底呢会失去平衡。因为正耳呢属离卦，离卦属火，火者属眼，眼者目呀，眼者咱的火气呀。好，眼者离者的泥丸宫，泥丸宫呢，你这就感觉一落电波就乱，所接到这电波算乱去啊，所以你判断力愈判断愈差。哈、啊，老师啊，就是安尼哦，我呢就电视啊抽倒来摸材料倒来呢，我可能感觉讲未出来就对啦，心头感觉真惊吓，讲到感觉唔知什么代志要发生，所判断的代志都唔对，啥原因呢？都原来就是一台电视机，所以咱若坐咧多啊坐咧，也是眠床困咧，咱好平上好摸电视机，啊，咱好平上好唔通有迄个冰箱，咱好平唔通有这个收音机，收音机也是莫打，乒乒叫诶，洗衫机，安尼来会影响到咱的目睭、咱的脑、咱的记忆力，影响到咱的判断力。那么就是信徒先生啊，等于个嘴台咧，好讲个看出来大家害我，伊无害你啊，怎啊要刷两边去嘛？两边只都咱的耳啊，都是看卦、看卦、看卦，都是水。好，先天八卦，咱这边都是水。那么咱这人的身体耳塞咧，多边大部分的人拢较济耳塞，因为属水嘛。那这边属火，较耳塞较少。啊，那么多边耳塞较济，属水；这边就是火，当者为火，水火既济，水火既济，根本提名。哦，水火既济会调和，会调和咧，咱人的脑子啊，判断力搁较安静，判断搁较客观，这拢是根基。跟咱人体力学拢有连带关系，所以风水的法则啊，办公厅的法则嘛是跟这有连带关系的。所以啊，我今日咧要来讲解办公厅的位置到底正确的位置是讲向什么所在才对咧？好，跟咱人的人体五官有连带关系，所以啊，我今日借这时间要甲各位讲解。各位十方神地穴，风水的法则对咱身体上的风水，少在咱身体上的五脏六腑是一小小风水。大只咱大个厝，咱的工厂；大只咱的大环境。啊，所以啊，咱风水的法则，即是咱的生活，离不开咱的生活，时时跟咱的生活在斗阵。所以，咱风水的法则是这个好是福，拢有一个印证。啊，拄只啊，各位讲解讲，咱哪伫伫两边、倒边、东者，迄就是先天八卦的坎卦，坎者为水，好、啊，水者爱动，爱有活力。那么咱倒边就是两边，两边就是爱动，两边动者产生这水的活力，气的活动诶。所以对这个来证明着，咱工厂的办公厅，若是你客唔着去的时啊，先做做袂出头天，我印证有够济过啊。啊，古早人所留落来的风水的法则，有诶咧五界气，
因为我印证这样的信徒中间、所以今日呢，把这个要领给公开出来。因为普通时，咱拢真侪人错误，一观念错误去。啊，有人讲啊，我刚唱出去办公厅爱到良平，爱到良平，哈，未使到和平。咱一般观念是安尼哦，一般观念还是无唔对，但是印证起的结果啊，依照风水的法则，啊，甲人体这条、個、人体啦，这里、個。五官机能的法则咧，安尼唔对起啊，安唔对起。好，咱现在咧，请大家来看这张图。好，咱来告诉工厂本诶，一间工厂遮大间，好，工厂遮大间。那内底要设一个办公厅咧，咱这边就是两边，好，两边，好。这边的好评，良评好评嘞，咱有个人啊，我爱良评，到这搭做办公厅，安尼唔对，是凶，因为你门向倒出来，向出的时啊，这拢是好评，这闹过去啊，好动啊，好动，咱啊办公厅设的只好动，好动就是路起主，面起主。下凡上，你做做生意咧，你出去咧收钱真歹收，而且咧，你做的产品失败率非常的高，好，尤其咧，你在制作的过程咧，挫折波折，好，这个阻碍特别的多。各位是方神弟兄，恁冷静想看卖咧，恁家的工厂，还是恁囝的工厂？恁孙的工厂、朋友的工厂，若是若有犯这个毛病啊，你应该印证看嘛啦嘞，非常的灵性。因为我所结过善缘的人，好有300多万人，最来这所有足侪印证起来嘞，结果嘞，咱工厂一办公厅伫两边，不是正确。啊，现在因为。结善缘的人遐尼济嘞吼，而且来登记讲啊，希望讲我去甲看，吼，要有4-5千人，后四人看袂了，啊，因为嘞，我一个人两只脚、两只手，一个身躯尔，吼，要嘞，这个嘞是真正困难，吼，一达位嘞达到高嘞是真正困难。那么我只有遵照王禅老祖嘞啊开始嘞，只有公团这个法。照这个电视咧、媒体咧，甲印一些书咧，哈，出一些书咧，来公传。只有这个方法，才有法度深入每一个人咧，家己保护家己，好，卖伤害他人，咱个人事业咧做会较顺心。啊，曾经有一位信徒，啊，伊就摕一张图，匆匆忙忙来了，我当时无闲。一个老师啊，我工厂办公厅两边遮拢起好啊，我这边就厝啊，拜托你来看厝，甲看时间，我都发现咧，这哪会对？你这唔对去哦，你这咧，你办公厅就好平哦，你两边咧啊好动，办公厅两边结果就是好动，好动咧，你真济生产开始袂顺时，汽车都袂顺时啊。哈、啊，老师啊，我的汽车汽到头壳青烟呢，那是讲可怜，也未紧入厝的关系，所以汽车未顺时，要紧入厝，我咧入厝都未顺，问我要安怎呢？我只有改换位嘛，办公厅换了好平嘛，伊唔是讲，伊讲人唔是讲好平，袂做办公厅，我你爱慢啊慢啊。好、哦，我真无客气。你若我伫好评咧，即迄个唔对咧，你两面也对，你提转，我无法度甲你插。因为我下落是我是害死你尔。你好啦好啦好啦，无我听你话啦，我你唔正弯，唔正弯咧，即个我叫你改正都无意思啊。咱求法爱一个信心，爱诚心，好、哦，诚甲信。若是讲咧按轻法求法咧，你半神即个半疑啊，无路用，都、就是无福报啊，无即个福。
所以啊，这位信徒先生啊，那无老师要安怎解呢？那么我无安尼，哈安怎解呢？请大家看这个图哈、哦，我叫办公厅刷一下过来，刷一下来，哈、哦、啊门向安尼，办公桌来，你再坐向安尼，哈、哦、坐向这边。啊、哦，那么你安尼来解嘞，来解，你做的是安尼来，基本拢两边两中东，向安尼两中东，啊，这间卖听条要紧，做仓库做用品室，那么这位先生啊，哈、啊，足欢喜的，等下都解，哈、啊，大大解解嘞，过一礼拜以后过来，老师啊，我感觉奇怪，定了安尼吼，气象就顺了，所以啊，咱风水法则拢有一个根据。咱等下继续再下过啊，各位咧，搁讲解。各位十方善知识，咱一个人伫世间呐、啊，三分之一命，三分之一是打拼，三分之一是风水，三分之一命。就是咱的因果循环，前生啊，前生啊，是不是行功立德，做善事，是不是有积阴功哦？三分之一命，三分之一打拼，这世人做人是不是有正骨德哦？这世人做人是不是讲，大家人斗阵呢，是不是有尊者慈悲心哦？哈，个人是不是真真正正啊？咱有在打拼哦？这世人是不是做得开心事哦？这世人是不是做得讲恶讲阿爸，挑讲多人的钱哦？打拼是不是行功立德、修心养性哦？啊，过来呢，三分之一的风水，风水呢，就是定着祖先的风水、甲工厂的风水、客家的风水。好、哦，所以风水不是中国咱人的全部。风水里面呢，还分了灶、办公厅、办公桌啊、水果子啊、哦、大门、内门，要有这个神位等等呢，风水要有这么多。所以风水呢，不是咱人的全部，但是风水呢，大局会影响到咱事业体的吉、甲凶、甲好、甲福，非常的影响。咱命无好，会使打拼做善事，认真打拼。啊，风水这改是一时尔，你定着命法唔对，我超好去，安就好啊。一时尔，过来咧，人生这么长，是不是要继续过遵照做人的道理？咱做人唔通阿爸，咱做人唔通阴险。咱人呐，阴险阿爸的事，咱无偌久会得到恶报。因为呢，每个人伊后边伊毛伊护法神，爱怎样？咱嘛，咱的护法神，咱的祖先伫幸福里看，幸福边里看，咱的护法神幸福边看。若是咱若起着阿爸心呢，咱的祖先嘛袂原谅咱。他人的祖先，他人护法神嘛袂原谅咱。可咱良心家己嘛袂过。咱的良心未过，伊这情形之下呢，咱要做事业呢，咱一定福分直直下条线。所以你求较济风水先生，一较搞先生嘛无效。哈、啊，若是咱这人良心道德无好啊做咧，你若较好的风水咧，嘛是无效做着。因为即使一个真搞先生，甲你做一个真好风水，甲你起一个真水的时候。头前咧，无偌久咧，人会阁甲你起一栋啊，人就开一个门就弄你只来啊，无形中咧，好变人起起来，啊是路冲来咧，你就要走袂离啊。这我看过非常非常多啦，所以咱若要得到风水咧，咱爱福人，福人就爱修德，做道德，咱有道德有德有德咧，你才有得得到好风水，才有得保持着风水。所以各位十方善知识。好，我印证遐尼济咧，戆人有戆福，好有照天理的人就有福，若是无照天理的人咧，好咱真每个人咧，天一直不容，济不妨甲印证看嘛咱咧。那么咱济人伫世间要经营事业，一旦咱有欠一寡钱，你要起一间工厂的事啊，
爱真正注意，除了厝型外大门以外咧，你的办公厅，有诶办公厅咧，像拄则所讲诶，伫内底，咱有诶办公厅咧，伫外面，外面诶吉凶祸福嘛有真大关系。那么现在，请大家来看这个图。好，咱这个图呢，就是咱这个土地工厂家，哈，咱大门一家。那这个工厂呢，好，假使去安尼，办公厅啦，你也去你两边这边呢，去你家，咱向安尼呢，叫做白虎，叫做白虎屋，白虎屋虎翻头嘞，虎牙头嘞，兵起柱，楼起柱。下凡上，你做的事业嘛是照常甲这同款袂顺失，哈、啊！而且呢，咱像这个办公厅呢，这有诶连续着跳几下关起来，哟、哦，连续跳几下砸起来，跳六七下唔起来，哦，六七下唔起来是啊，你好过起来，好过恶，这边过空空，一定下凡上，边起住，落起住，哈、啊！囡仔那大徛街呢，囡仔性直直变呢，社会这么乱。这是囡仔会失掉的，甲伊厝场风水有真大的关系，印证过啊。所以我也希望这个妙法会当照各位十方大家共同到扶持的，好来甲这个节目咧，好这个妙法来传播社会，好每个人咧会当甲家内咧不调和哦。工厂还是徛起风水调整好的时啊，我相信咱社会会真祥和。我们这个节目呢，就是咱中国人间净土功德会所有会员呢，每人一个月100块的扶持这个节目，大家的慈悲心啊，希望大家因为得到这妙法以后呢，个人将不调和的、不如法的、徛家工厂风水的，会当调整好势，一时的调整，一世人的幸福，社会的祥和，这就是我本人的愿望。那么咱外面呢，厝以外，若要去工厂要去办公厅呢，真侪人去唔到伊。现在阁看这图哈，真侪人量去办公厅，结果拢卖。好，后来呢，上好呢，你都去伫这个位，去伫好边外面办公厅。因为你这工厂一家来讲，你是办公厅为主，你生产趁钱是办公厅。办公厅呢，你该去你家嘞，向安尼来呢，这是量有力，量平有力。虽然好额头，量平有力。那么上好呢，你再过起一栋，起一个正新户型的方式，正常呢，你办公厅来刷这边，这边来呢，吼，你就量有力，量过岸，叫做量过岸，吼，量过岸。咱坐向安尼就量过岸，有权有贵，有财有智慧，哈。宾主又分主甲头家甲新罗嘛，有一个互相相尊敬。那假使一个家庭内底咧，哈、啊，这叫做大人甲囡仔互相会当相尊敬，工厂嘛同款，机关嘛同款。所以这个风水的法则啊，影响到咱一个人的家庭，影响到工厂，影响到社会。希望大家共同咧来扶持这个妙法。相信咱的社会，我相好。今日甲遮一个段落，祝福各位合家平安，事业顺遂。